他就从五岭昆阳，嗯，到大余岭。如果你过了稍微晚一点，整个天气突然会骤降，嗯，不是现在的只有六度七度。所以他的登山骑摩托车，为什么要穿那么厚？穿皮衣，那个吹外面的风啊，咻咻咻啊！而且他这边如果待了，你看他们还要回到花莲，看。遗留到花莲是吧？遗留没有到花莲啊，没有。我们现在这个是走中横的。不一样，我们没有走那段路了，我们对，那是走下面走的啊，对，穿过这个，没有团体会走这样子的路了，这徐总特别安排的，然后有跟主任你们讨论过，这是很特殊的行程。骑上来了。